出炉影帝古天乐3月19日晚以大使的身份现身香港湾仔会展中心，出席第42届香港国际电影节开幕礼。古天乐旗下的电影公司当日在香港国际影视展举行的活动上宣布即将开拍电影版《寻秦记》，对盼望很久的粉丝来说真是再开心不过的好消息了。其实我刚刚听导演说，就是那个《寻秦记》，这次因为其实跟过去的电影版、电视版有一些不同的，然后这次会比较多一些推销的部分的，演员已经肯定有萱萱跟林峰的，其他的我让导演开记者会的时候稍后公布出来吧。而除了要拍摄电影版《寻秦记》外，古天乐还会和萱萱再合作拍摄一部电影《犯罪现场》，这可让一众两人的 CP 粉们有了上天堂般的快感。那个叫《犯罪现场》，对，会下月开拍的，对，是一部警匪片，对。会不会跟那个《寻秦记》撞时间？没有，完全不会的，时间我们的经纪人已经安排好。另外，活动当日，天王黎明更公开在社交网站上回应和唱片公司助理 Win 的恋情，并承认即将做爸爸。古天乐应该都替老搭档感到开心吧？对啊，我觉得，首先恭喜他了，做爸爸就是另外一个新的开始，希望他，好好的享受有一个孩子的那个时刻。魔方传媒香港报道。